今天我给做一个火鸡馅的馄饨，现在先把葱姜蒜切成细细的碎末，切好碎末以后放在一边，然后现在把火鸡馅呢放在盆里，加一点点凉水，如果有高汤的话或者鸡汤的话更好，因为我的鸡汤在火上熬着还没有熬好，所以就用凉水来代替鸡汤。然后要朝着一个方向，加了水之后要朝着一个方向搅拌，记住一定是同一个方向搅拌。搅拌完以后，然后加上葱姜蒜还有酱油和咸盐芝麻油，搅拌好。然后现在开始切香菜，备着下好馄饨放在碗里用的，还有小葱。这是我20分钟之前和好的面，因为喜欢自己做的馄饨皮儿，所以说我就提前20多分钟之前就和好了面。现在我要开始压馄饨皮儿了。这是用帕斯塔那个面条机来压的，先把切好的小块的面压扁以后，然后选择它的最宽的最厚的那一档开始压，然后逐渐逐渐的选那个面皮薄一些的档依次压，然后就会压到你自己喜欢的厚度为止。还是不错的，晶莹剔透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把压好的面片切成自己喜欢大小的馄饨皮儿，基本上就是帕斯塔的那个机器的宽窄，正好就是中间切一刀，就是我们要的馄饨皮的大小宽窄。好，这是我用葱姜蒜香油咸盐拌好的火鸡馅，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包了。拿一个皮儿，把馅儿放在这个皮儿的一个角上，然后裹1到2下，然后再一包就好了。包起来还是蛮快的，这就包好了，两个人的量是可以了。好，这是我煮了2个多小时的鸡汤，鸡汤里面就放了姜片和红枣，熬制了2个多小时，这个汤呢已经很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找一个碗，放些紫菜，
再加一点点盐，然后葱花、香菜，好，现在开始，锅里的水开了之后呢，下馄饨。以防止粘锅，所以我轻轻的用勺子轻推它的底部，不让馄饨粘到锅底上。等馄饨煮开了两滚之后，基本上就熟了。因为它的皮很薄，所以不宜煮很长时间，所以现在就把熬好的鸡汤高汤放在刚才的碗里，就是紫菜呀、葱花啊，或者说自己可以放点白胡椒粉呐、或者辣椒油都可以的。因为我怕吃辣，所以那些就没有放。好，一碗香喷喷的馄饨就这样就好了。如果喜欢吃辣的呢，可以放一点点辣椒油上面哦。看，晶莹剔透的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好，我咬一口。好，大家看看好不好呀，很好吃的。